然后我回来之前吃了一个蛋个牛肉，又不是碳水。然后下午在那里等饭的时候吃了一块盐烧乳酪吐司，然后早上吃了吃了一个条蛋糕。晚上好，王宇辰买的。什么时候吃的？早上，你醒来之前。因为我不是去剪头，你把剩的那个吃了。对，确实不好吃是吧？还行，其实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甜，因为你昨天说很甜，我以为很甜。真的很甜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吃。还吃了一个紫米面包，我天啊！然后晚上现在才休息，才回宿舍，和奥尔良鸡翅。守护天使给我点了奶茶，我不是发了吗？奶茶喝了吗？喝了。我吃了吗？他点的是热的，我不爱喝热的。我觉得明天我不行了，我明天明天还有。就是知道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奶茶只喝冰奶茶，然后不喝。去抽纸还有用。就是我不喝全糖奶茶，我只喝半糖。双马尾怎么没了？你光羡慕别人。都回来了，那个双马尾只是当时去拍立得的时候随手扎的，拍完拍立得我就已经拆掉啦。因为我想冷了再喝，没有。陆敬亭喝全糖的，我喝了两口给他了。既然我的努力得到，那就没必要羡慕。不是少糖，不是我喝半糖或者三分，看你家店，每家店不一样。怕我不回。对啊，演唱会拍立得，但是只有一张。拍立得居然是双马尾，最近口才是羡慕。因为当时就是突然想扎一个双马尾，当时盖盖说扎双马尾好看一点，然后我就扎了个双马尾。带头台，你这是谁的？不是喜欢甜的吗？但是奶茶，因为我原来是喝全糖的，但是后来减肥我就开始喝半糖了，后面再喝回全糖，我就会觉得有点甜了。没有签名的。所以我羡慕吃了很多茶，并没有真心羡慕，随口说说，别当真。只有一张，对，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别人已经买了，啊、然后就给他拍的，因为每个人要拍的张数不一样，而且也不是全部人都。护心是什么？天使还点什么？没有点什么，天使什么都没有点。护心是我的天使，好像听他们说，他们好几个人好像都知道我天使是谁了。然后他们跟我说，我的天使已经被我吃穷了。就是他的续集，指定好的，对呀、啊。与其把他的浪费时间猫抓板给我丢出去，他有了猫抓板就不来沙发上躺。心疼天使，我给天使准备了，我当然准备了。你搁这羡慕别人，所以这就是今天只剩奶茶的理由嘛。我昨天也只有奶茶，看对群大家好像对，哼，有些人有私心哈，就是说借着这个活动给别人送东西。君君哥哥的天使，对，是不是君的天使？昨天晚上给他点了龙虾。凭什么？我的给我准备了吗？我的给我说，我刚刚发房间啊，给我买了奶茶呀。我拥有不了东西，我就不想要它。他给我买了奶茶，再说我也不想吃，我已经吃饱了。我今天那个场馆不是不让带吃的进去嘛，然后我点的外卖就被扣在外面了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吃，等着刚刚回来才吃。抢起来了！王宇那天谁给他准备了椰子鸡？来，我昨天已经吃了椰子鸡了。人生问题，你们现在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。我昨天，就比如说你昨天公司点了椰子鸡，我帮你把他们全部都，我跟石柱君还有丹妮一起去吃了，他全是鸡腿肉，可多了，可好吃了。还是热鸡汤。我的天使看起来很忙，羡慕我。我好想知道我的天使是谁呀、啊？说实话。他们说我的天使已经被我吃穷了，已经被我第一天的哈根达斯和车厘子给整穷了。他们说过分，那就把我当女儿养呗，妈的！明明大家都在许愿，凭什么只说我一个人？求不来一个当水。他们天天都在群里面许愿，还好我现在在你们面前，还说我是十字军吗？肯定不是十字军。我最开始也怀疑过他。后来那次是怎么来着？我思考一下，那天
反正当时是有一个行为，我突然就觉得不是谁，绝对不是他。当时是什么来着？忘记了。忘记了一下想要一个老婆，我觉得我的天使应该是学生才有才送。哎，既然说盖盖守护谁来着，我本来之前猜过是盖盖，但是今天好像说盖盖好像是守护的直播抖音，还是可以总会有的。谁来着？我哪天不知道该播什么的时候忘记了，然后又很久没播，然后肯我猜我还猜 Liga，因为那天我在群里面，我说就第一天的时候，我说我的天使怎么还不开始行动呀？然后盖盖发了一句：“有没有可能你的天使都不知道你住哪？”我猜他，我当时就猜他是帮 Liga 问的。然后我刚给他说完，我在四二五之后，但是你们看了一定会笑。外卖就来了。法令纹，知道为什么这么深吗？就是、他们不像这么穷，我的抖音首页全是搞笑，也不穷啊！我天使给我送了好多了，我天使给我送了车厘子，而且他 不只送了哈根达斯啊，他还送了好多吃的，而且那天那个哈根达斯里面还有我喜欢吃的鱼果。想干嘛？你要做饭？嗯，我还猜是陆静婷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。我之前把陆静婷、李敢、盖盖是不是放在我的小柜子里？因为之前矫正牙齿的时候，然后拔牙，拔四颗，这里的牙齿，虎牙后面那颗，因为虎牙后面那个牙齿，张润是上对，还有张润，就是上左、上右、下左、下右各有两颗，自己守护自己，然后怎么可能？我们不能自己守护自己的，抽到自己了的话会那个啥的，可能是小、就是、因为那天陆静婷跟我说，他那天在说，他说他给他的为了给他的守护的人买吃的，余额都只剩八块钱了。重要的，尤其是然后我就猜是他，闹闹，但是。闹闹，像闹闹不像是守护，因为前面要撕咬，后面要咀嚼嘛，所以说就把那个牙齿存下来。小鹿最喜欢吃布丁肉片，怎么不猜张青前辈？不像是，期待住了，期待像。给你定一个日子，守护一波全球的指数店家。我这两天也给我守护的人买的可多了，不告诉你。真的，我们这个守护天使行动，我给他买啥了，他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们到时候这切片一出去，到时候去人家房间一看，他收到了什么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也湖北，怎么这么多湖北人？对，还有一天都是老乡是吗？虽然说我觉得我是广州。看他又来了，我是在广东。持续到14号完。不是破产行动，是喂猪活动。我想收到40。我们这个活动是喂猪活动。这样吧，那我们一起减肥。宝宝怎么感觉又胖？你他一直都很胖。女生的体重是可以问的。你是不知道，好卷呀、啊！这些天使们可真卷。人家的，人家别人队的守护天使行动送什么衣服、裤子、黄金什么什么的。就我们队天天点外卖，我真是服，天天点外卖，每天就是卷外卖是吧？每天都是接电话，喂啊，你的什么什么外卖在哪？然后现在这整个四楼的外卖基本上都是我们队，然后还要卷备注。我本来最开始给我喜欢的人，呸，什么我喜欢的人，给我那个守护的人点的外卖，我都没有备注。我都是直接，就是直接给他点的，然后，就被这么一搞，我现在还要给他备注说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同性是剩饭，我暴露什么暴露什么什么漏嘴啦，无语，我说错了，嘴瓢，一直自动登录，我当场哭。我真的是我真的是无语，我。就是嘴瓢了，又有点不甘心，播到20分。嘴瓢，嘴瓢，行吗？我觉得我最近这个嘴呀、啊，真的有点控制不住，为什么？我
我今天又去剪头发，你没有看出来吗？一个人连他的嘴都控制不住，他还能控制得住什么？嗯，感觉我被点名了。这个嘴最近老是乱说话，长嘴。这个嘴最近老是乱吃东西，长嘴。王子已经暴露了，对呀、啊，王子太傻，他今天在服装间就暴露给我们了。双重长嘴。你们知道王子的守护谁啦？看出来三厘米没效果。啊，是张润发房价。三到五厘米，但我看哈哈张润。是的，我吹头发的，我说哥你剪了，是的，是的，地上的头发，笑死！现在唯一暴露的就是他了。我上上周也是那样子，就是我头发长得太快了，我一剪，而且真的，其实真的不想让我的天使给我点外卖，真的给我可能就是所谓的相对吧。这两天本来说，因为你那个演唱会前我要减肥，因为这个活动。都没剪成这两天，太诚实，他太傻，把我踢出去吧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把他把我踢出去，他更合适。谢谢，太卷了，秋天奶茶真的很卷、啊，瘦成这样，哪里瘦了？嗯，要留卷外卖，真的就是各种卷外卖，服了，真的，我就说我们这是喂猪行动吧。王子说他也被喂胖了。就是、我两一共两首歌。我希望我天使别给我点吃的，能不能送？其实我比较更想要黄金。反正我就是，然后准备这样。对呀、啊。能不能直接转账啊？那一首很他可以去建一个支付宝小号，直接给我转账的，没有必要点吃的。就是还不如短发，天使送不起。我觉得我可能就是。咱们能不能往别的方向卷？别卷吃的。又没特点。不给天使就平平无奇，然后又转账。对啊，直接天使的命也是命。就咱们就是说，嗯。比长发更适合我。就是身为一个女团成员，还是不能吃那么多。我人生23年的人，才发工资不久买得起。20年是短的，我好像只有。看我的天使是谁？18年吧。这个高中有两年是长发，然后入团后。转账天使要隐身路。入团又不是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。然后慢慢流长。为什么不直接转账呢？支付宝电话号码一搜转账。Okay.19块支付宝到账520元。哎，我在说什么？我刚刚在说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好漂亮的小姐，谢谢，一下就暴露。我说他去建个小号啊，而且短发多方便。他可以去建个小号。唯一支付宝到账。头发太厚了，然后我今天买1314元。要实名啊，完全不性感的，小号也要实名。这么厚，这只是一片。但是他转账又没有名字啊，就是转账又没有名字，支付宝只能实名稿。三片都是这么厚，好吧？三片这么厚的，好加在我的自己的真发上面，就是很像薄薄的一层。然后很奇怪，你看我有照片，是一坨呀，我已经拍了。然后真的是一坨，假如说可能要两倍的这个这么多，需要6片。才能让我的头发上去自然一点。好大一坨，很恐怖。我觉得不太适合加假发片。他真的就只要我不理他，他就要到我的我在沙发上一躺着，他就要在我的脚边待着。而且都是真太粘人了，怎么有这么粘人的猫？怎么有这么粘人的猫猫呀？什么照片？是吧？因为我穿了眼罩。宝宝过来。我觉得应该不能。就是不能。哎，怎么我一摸你就躺下了？咱不能，好疼，撞到墙壁了。对。宝宝，是不是？不要抓我的裤。我其实我刚出道的那个长度，如果算短发的话，我其实也啊，假如淑宇他爪子有点尖。是。哦，给他剪，因为我上次给他剪了右手，我一会儿给他剪。就对，就是左手抓到我。小心点。然后没有划伤吧？嗯，抱抱，抱抱，你又看不到他，剪了吧？等会儿剪，晚点给他剪。
一脸不情愿，他可情愿，他可乖了，他都不动的。头发少到连刘海都没。他都不动的，是吧？我刘海也越来越稀疏了。是吧？看我。你看，抱抱。好吧，今天又看我有点厚，看上去。嗯，看他的眼神。但刘海，抱抱。哦，我好像是。他现在多头发少，一直在猪叫，他很舒服。就是他们的一整个头上。哦，你们感受不到，只有我摸着他，我能感觉到他在猪叫。但是我觉得。那种超级可爱，抱抱超级可爱。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啊，厚头发有厚头发烦恼，薄头发有薄头发烦恼。薄头发看上去就清爽一点。他晚上都不睡觉，厚头半个头都是头发那种。我觉得他一天就是太懒了，不活泼，所以说他晚上就不睡觉。一般别的猫猫都是白天很活泼，玩累了晚上就会睡觉，就是这种。但是他白天也懒洋洋的，所以说他晚上就不睡觉，但是他还好，他不跑酷，白天家里没人。刚说完你跟我一样，他不会跑酷，怎么的？头发少的人需要经常打包。你在说啥？我也是，我不是，想减我白天累死了，是吧？想减就减，想做的事就要立马去。哎，你呀，你并不知道下一个变化会出现在什么。它太重了，就在它一定要保持状态。好了，放一下，把自己现在有的想法要把它立马落实。乖乖，你这样做，不是它太大，不是我气。哎呀，放的它太大一只。这个是耳夹，因为我没有耳洞，我在想要不要去打一个。嗯，干什么？打一个耳洞。干什么？但是我又觉得要打他。说他重，他不会疑心了。但是我不是很急。没有，咱们要接受现实。为了夹耳。好帅的歪嘴！我没有歪嘴，我哪有歪嘴？去打耳洞。你好，晚上好。没有歪嘴。只有三万天，而且是理想状态下，大家可以就是。白天见哦。演唱会吗？白天见，白天见。你又给他吃东西了，他又在吃。就两勺。然后我想买。知道抱抱为什么那么胖了吗？胖宝宝，胖宝宝。现在大家看见到抱抱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胖宝宝，胖宝宝，哈基米，哈基米。”到时候带一个那种假的唇钉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我还想贴假纹身上去。歪嘴可爱，姐姐说本来就歪嘴哪里可爱，就是因为他的天使太丑，出现纹身。抱抱不会生气，抱抱，抱抱没有生过气。其实姐姐没有这样说，是我在。他一直都没有生过气。谢谢 Hugo 的巧克力，可乖了。我天，你有毒猫性，真的很乖。他其实我有手，他完全不会生气，但是他会一脚把你踢开。他只会就是很重，一脚你他已经踢过很多个人了，宝宝，他的脚踹过好多人，就是人家想抱他，他一脚给他踹飞。站上舞台，因为你在舞台上可以穿你平时不敢穿的奇装异服，或者是刚刚陆静婷抱他，然后。他不想被抱，然后就在那里就是挣扎，然后自己差点就是从他身上跳到垃圾桶里面去。没生气为什么？他不挠人，他不是生气，他不喜欢被抱。我觉得可能是他太重了，然后别人抱他就不舒服。就是他太重了，所以说不好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很难抱着它很舒服，它太重了。就是我觉得你抱它的时候，我以前对这个气送的奶茶太你抱的时候你很难给它把它的全身抱，就是别的猫你可以这么把它抱着，你就一只手它的屁股这一节就可以坐我的手上，抱抱不行，因为它太宽了。他的体积太宽了，可能就抱着他不舒服，他就不想被抱。抱抱不喜欢被抱抱，是的。说
收下吧，他就一直提醒我收下。然后张书宇说他全名叫“如果你能拥抱我”，如果你能拥抱我，笑死我这个粉丝。SZY 是谁？哦，说那个方琦，对，他帮我拍的时候就叫我收下。SZY 是谁？好名字。摄影部的哥哥也总是让我对抱的他很难受，可能因为他真的太重，这不得跳一下？我不会呀、啊。为什么大家都让我收下吧？后来我看一下照片，不会我真的抬着、就是、张树宇，张树宇也不能抱，他都他一视同仁。抱抱，抱抱这只猫，我给你们讲哈，多骄傲！他就是那种谁都能给他抱走的人。他是那种谁都能给他抱走的人，他贴近现实，他一视同仁，他不会对他的主人有特殊对应。他不会对他的主人有特殊对应，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子。所以猫不能给他机会出，他不会出去的。他不会出去。我把门开着，他最多在门口转一圈，他又走回来，而且他不跑。我从来没有见他跑过。他走路都是慢悠悠的，就是这么慢悠悠的走。如果我在舞台上。像那种老大爷遛弯儿一样，好严的猫是的，喜欢这样的猫，宅猫。不是这样的，不啊。托托他们就不是这样的。像谁？托托小怪。托托小怪还有谁啊？还有谁是布偶来着？不然什么？当时就差一点点，就是。设计了一个在其他的布偶猫好像只认识托托的小怪，他俩就会跑。毕业以后在未来又相遇，人家那叫优雅，像我说话一样慢悠悠。实际怎么说出来？就是当时负责带队的是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说话慢怎么了？就是、我们队的吴老师，然后他当时就说：“你们跟舞台上逛街吗？”你们有发现我今天的妆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让你们观察一下。我说，艺术源于生，咱们就是要进行一个大还原。快看我平时，我今天的妆，跟我平时有什么不一样？眼睛好大。先关一关美颜，这不这个开着美颜也能看出来的。好青涩，当时。你说关我就关。凭什么？开美颜了吗？当然开。凭什么不能开美颜？那当然。弄睫毛了？不是。别人可能是真的白，但我是真的白痴。不是。今天的妆有一点跟平时很不一样。哎，我在回答。又变一个痘，这不是痘，我去。刚才我的弹幕进。这个是。网上突然间。这个是我说过，这是我小的时候点痣没有点掉的留的疤，我妈带我去外面的那种广场上面5块钱就把痣给点掉的地方点的痣，眼线不一样。我觉得我早睡，如果说我哪天想要早睡，我可能就要从眼线今天好像是画的，因为今天那个眼线笔一直晕，它就感觉很粗，画粗了。不是，眼皮贴，我从来不贴双眼皮贴，从来不贴双眼皮贴。刷了下面的睫毛，我每次都会刷下面的睫毛。还有这边的眼线，我每次都会刷下眼睫毛啊。我想画那种猫眼，我对你猫眼。看不出来你们照片，我是真的没有抵抗力，就是我会看不出来是吧？惊艳到，然后我今天就存了一个眼影，不是。哎，其实白天发我也不一定会回那么快。哼，其实我本人不是那种很爱回翻拍的，就是我是我才不是走营业路线，我喜欢那种。抱抱，你看我今天的妆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抱抱。好吧，你别蹭数据线了，行吗？别蹭数据线。口红。爱翻牌或者很爱直播的人，好吧，现在其实也是，但是相对来说，因为你们很有意思，还有你们跟你们聊天很有趣的人，我才愿意多
我聊聊，我看看。你很聪明哦，不然话我还是比较。果然是你，果然是你才对。不发翻盘，建议就是口红啊。嗯，我今天涂的口红跟平时涂的完全不是一种。我平时涂的都是那种亮面的，然后就平时涂的都是那种镜面的，然后偏粉色调的口红。我今天涂的是偏橘色调的哑光的。就是大家心里都懂。而且我平时的口红很重，就是，就是我平时会涂那，我喜欢涂那种很红很红的。会直播送，然后今天这个很淡，会比较喜欢翻白色。今天是那种淡淡的，有点橘色的。太深刻，怪口袋画的不是，因为我今天没打光，就是有一些，因为我今天是手举着的，没有打那个打光灯，懒得打什么那个什么。但是那种我就没关系，可以的。哼，因为我不是不爱用哑光，对呀，我是不爱用啊。但是我今天 我化妆品在剧场，我没有拿回来，刚刚吃完饭就随便拿了陆晋婷的一个哑光的口红，又爱又比较淡的。哼，你居然没看出来？大人两个灯的，没有补光灯的加持，太累了。明天很早就要发车呢。你觉得王雨辰其实也算是个小美人，嗯，呵呵，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你发两个呢？至少有一个是真粉丝。谁敢注一嘴？为什么不能注一嘴？为什么不能注一嘴？大美人，哼，哼，也下播。你要不要这么开心？我还在直播呢。下班哪有不开心？你想下次再考验你们？好的，下次再重新给你们出道题。下次再重新给你们出个题。再重新给我们出道。再重新给你出题。你刚刚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吗，张淑宇？你刚说，抱抱的全名叫如何？好，他没听到。那我问你，我今天的妆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不一样的美丽之处。要说什么呀？你刚刚说啥了？眉毛太粗了。还好，其实也没有很粗。口红太嫩了。还行，你平时也差不多是这样。不对，你平时是暗一点的。你现在就感觉，是的，你说对了，就是口红不一样。但是你第一句眉毛太粗了是一个什么鬼呀，啊？有点像，就是我现在眉毛哪里画的粗了？比我平时画的还细呢，平时有的时候画的更粗呢。蜡笔小新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我看到了一个蜡笔小新。哎呀，蜡笔小新来我家做客。你等会儿最好不要出门，你烦死。气死我，气死我。28上线了，什么28上线了？开始霸凌室友，我没有霸凌室友，没有。因为我想吃冰淇淋，但是我冰淇淋在闹呢嘛。我等会儿要不要去买？我想吃这个，帮我开一个。让我看一下，你可以尝一下，这个很好吃。嗯，谁昨天说给我发了个抖音？我呀，我发的。要减肥了，兄弟们监督我。你要不帮抱抱把指甲剪了，真的很尖。你先跟我说你给多少人发了，到底有没有人监督成？我就只给你发了。嗯，那我就不能，更不能给你开了。好吧，你吃一个这个肉还好。吃一个嘛，就吃一个。刚才还要反讽人家，我没有。你吃吗？你尝尝。大，我不吃，太饱了。哎，完了，怎么他闻到了。他肯定会想吃，我放冰箱了。这个不用放冰箱。但是我觉得放其他地方，他会感觉到。你看，他为什么想吃这个？因为是肉味儿。
你不能吃啊。好想。来，宝宝，我们来坚持一下。那不是脆的那个，但是。就是那个脆的那个，好多人都喜欢吃。入金群和石柱群他们吃了，自己又去买了好多，这挺好的。对，猪肉脯。伸出你的爪爪，不对，它味道变了。你抓我。是那个澳门猪肉脯，但我喜欢吃啊。但是正好我吃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不是那个流感，我不是阳了吗？然后那天我嗓子很难受，我吃完了那个猪肉脯之后我嗓子更难受了，我就上火。嗯，好乖啊宝宝。乖乖。嗯，看看剪指甲。嗯，他把他爪爪藏起来了。你要留着爪爪跟小咪打架吗？让我剪。哎，好乖呀，抱抱。哎，你推我，你要是推我，你就只能单推我。你不要这么这么尬行吗？他不闹嘛，他不闹，他可乖了，是吧，宝宝？可乖了，可乖了。哦，我上次给他剪的时候，不然剪了黑点了，他就立马就发脾气。宝宝是世界上最乖的小猫咪。嗯。还挺漂亮，人家本来就很漂亮，是不是呀？是不是呀？呼呼，剪完了吗？哦，还有脚。好，然后我怎么只剪了三根指头？它只有三个手指吗？不是吧？你是三指怪，你就是。看看，看看，但是好像确实这边没有什么尖尖的东西了。哦，这还有一个小小的指头在这。你以为你藏在你的手臂上，我知道这有一个指甲。好乖呀，剪了剪了，你等会儿抓我就不痛了。看看这边上次没剪这个倒刺。什么倒刺？为什么猫咪有？它这你看，它除了这边的摸摸，它这有个刺。哪儿啊？哦，摸到了，好尖啊！我去。不看不看，我们不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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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他叫了。哎哎哎，好可爱呀。今天金九九，你九九好脏啊。金九九，你九九白鞋变灰鞋。因为他天天就喜欢去那个、那个抓我腿啊。跑了，你看我每次只能给他剪一只手。他天天都要去那个门口爬。哎，给你留个爪爪用来淘猫砂。留了个什么爪爪？两只爪爪。脚没事儿，害羞了。是的，真的好乖呀，真的很乖，宝宝，乖死了，乖死了，宝宝。害羞，嗯，不好吃怎么办？我还买了三盒。不好吃吗？不好吃，没有之前好吃了，这个味道。给抱抱吃，他怎么能吃啊？他不能吃、啊，他不能吃、啊。你是一个小馋猫。他可以吃猪肉脯吗？他不能吃，可以吗？我搜一下。猫能不能吃猪？给石柱菌吃。对、啊，叫石柱菌。等会儿给他拿一盒过去。石柱菌他才不吃呢，他嘴挑死了。他嘴比我还挑，不好吃的他一口都不会吃。对呀、啊，上次来我们房间，把我们房间洗劫一空，什么零食给他开来吃一口，嗯，不好吃，不吃了。14号分给粉丝，看不出来，真的石柱君嘴可挑了，所以他才那么瘦。
向他学习。Thank you， 我是第一遍奏，真的那天他而且哎，确不过虽然说哈，张舒宇买的零食确实不是很好吃。张舒宇买他不会买零食，他感他对零食不挑，他觉得能吃他就是觉得好吃。然后我一般买的零食都很好吃，石书君就觉得我买的零食很好吃，他就要吃我买的。然后那天就让他尝尝张舒宇买的，开一包他不吃一包，开一包不吃一包，真无语。但是我是那种，我虽然说觉得不是很好吃，但是他只要不难吃我都能给他吃完。但是石书君不，他不好吃的他一口都不会再吃了。小心被他揍。对，我不会浪费，我觉得就算不好吃但是我开了我还是会尽量多吃一点的。但是石志军的话他就是开了吃一口不好吃不吃了，丢在旁边不吃了，开下一包。哦，他要开别的他还要继续，还有别的吗？不好吃，这个不好吃，我要吃别的。开了不吃让我们吃，他开了不吃给张舒宇吃，张舒宇自己东西他觉得好吃他会拿去吃的。不愧是十对，笑死。对啊，那天见证的第三人就是见证者可多了，大家都看到，张润也看到了。那个谢谢闹一闹就润送我们玫瑰花去，然后还有那个陆金廷也看到，明天切片要对下，这个他对不过我，这个大家都看到了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到，大家都看到。哎，他开始哇，他动起来了，动起来了，他终于动起来了。哇，这个猪也会动。上次你关吧，什么猪也会动？他是猪。他终于动起来了，他今天终于动了，他动了。哎呦，他有一个48的时候下，优秀员工。他有一个很痛的爪子。该剪喽。你给我说，我肉里了。啊，喝可口可乐，给你们看。香草味儿的可口可乐。香草味儿的可口可乐。香草，你这样一说，我想起来为什么我的零食都不好吃，因为我都是觉得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奇怪，很新奇。我一般都是，我只会买我试一下。之前吃过觉得好吃的，张舒宇就是这个新奇买来试试，那个新奇买这个香草味的可口可乐就是他买的，不好喝，我也觉得不好喝。好能喝，我觉得不好喝。还有那个什么乐事的惠灵顿味的，抱抱剪完了上来玩哦。零度的也不好喝，你要乖乖剪完指甲，漂亮姐姐。是的，生可乐，什么生可乐？青柠味儿，我可乐那么多，这么多可乐，我还喝过树莓味的。No， 接受无能。那个才叫难喝。你会觉得这个香草味的人间美味。又叫了，还在骂你呢，听出来吗？别骂了。我是玻璃心。抱抱，不许骂人。心灵的是百事的。塔斯汀那个是青柠味的可乐吗？我觉得塔斯汀那可乐还行，还不错，完好。百事新出的生可乐，气多一点。啊？没喝过。还有一只酒。又在骂人，别看我，他眼睛在向我求救。这一下。别看我。可乐包喝过哎。对啊，青柠味不就是雪碧？我也觉得塔斯汀那个喝到后面就不好喝了，但刚开始的时候还挺好喝的。哎，这么烦啊！
我是百事党的，百事的，我喜欢喝甜一点的可乐。我喜欢喝百事，骂骂咧咧，对呀，抱抱，抱抱骂人的时候听着都奶声奶气。这是我听他说的最多话的一天，居然是骂我。你也是百事。今天晚上不要让他上床了。一到晚上就跳床。天一送你玫瑰花，那时候无糖的，又跑了。行，抓到你了没呀？没事，我皮厚。你腿上的是被他抓的吗？大腿。大腿。哦，这里吧。这边。这边应该不是，这个是。小心，算了，不敢，别嘎叽了。差不多只剩三个。能听懂猫语了，这不是很好懂吗？就是在骂人。哦。我知道，我第一次听到猫骂人是听托托，我去，那猫太能骂了。托托，对，在就是陆静婷他们寝室那只，养在他们寝室的，太能骂了，那只猫太能骂了，托托那个嘴呀、啊，猫界张润不是，都被抓过吗？我没有被抓过。他刚刚抓到我腿上了，脚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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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脚脚是个暖男，脚脚是暖男。猫怎么骂的？就是刚刚那种猫，呸，刚刚那种骂，刚刚那种叫声就是在骂人。给飞姐的猫当然会骂，你飞姐的猫没有一只猫是好撸的，没有一只猫是好撸的，还是抱抱最好摸。哦 ，Timmy 也好撸 ，Timmy 也很乖，然后还有呜呜，呜呜也是最乖的猫。呜呜也很好撸，很好撸，完全没有脾气。呜呜感觉跟抱抱的脾气有一点像。哦，但不对，呜呜你能抱，呜呜不会怎么想跑。呜呜不会怎么想跑。这俩猫为啥不能在一起？为什么不能？别太敏感行吗？猫猫的事情。就是人的事情不要跟猫猫沾边行吗？猫界是猫界，人界是人界。演唱会几点出发？不知道，没看，还没看钉钉呢，没看消息。呜呜懒得动。对，上一辈的恩怨不要影响到下一辈。不说都没反应过来。他又去那个猫抓板上躺着，四七好，什么四七？哦，那个计时啊，还有一分钟要下播喽，还有一分钟就要下播喽，才8点，这都1点多。好困啊！我真的今天可困了。我今天在车上睡了一天呢，就是去的车上睡到昏迷，回来的车上也是。好困，困死了。都没有人发现我昨天没有说晚安。哼，后台那有地儿睡吗？刘丽飞带了个气垫床，今天带了一个气垫床。明天要是很早就要去的话，我就要去睡一睡。发现了，昨晚玩太嗨了，我，是的，好爱衣架，这是我准备等一下拿去晾衣服的。这是我准备等一下拿去晾衣服的，提前拿下来。早上起来看到翻牌时间吓一跳。
今天说晚安了，肯定。好，到点了，拜拜，下了，下了。拜拜。